石油的分流。石油分流是将石油中几种不同沸点的混合物分离的一种方法。石油在使用前必须经过加工处理，才能制成适合各种用途的石油产品。常见的处理方法就是分流法，利用分子大小不同、沸点不同的原理，将石油中的碳氢化合物予以分离，再以化学处理方法提高产品的价值。石油的分流种类分为两种，第一是常压分流，是工业中用来得到石油气、汽油、煤油和柴油的方法。第二是减压分流，工业中用来得到润滑油、石蜡等相对分子质量较大的烷烃。